尊敬的佛居士，诸位长辈，诸位家人，大家早上好。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一次的义工培训课程呢，在我们正月期间呢，大家一起共学。俗话说呢，一年之计啊，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啊，在于晨。所以在座所有的家人们，我们又是年头啊，又是早晨，这个叫好的开始啊，是成功的一半。而正确的知见观念指导我们的行为，一切言行啊，都是思想观念在指导的、指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义工，都要建立啊非常正确的正知正见、正确观念。我们为什么要做义工？什么是义工的本质？怎么做才能功德圆满？这些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呢，做了十年、二十年呢，都还没搞清楚。曾经听一个朋友讲一个故事，说到在一个山上有一些人以砍柴为生，结果有一个樵夫，他是数十年如一日上山砍柴，然后下山呢，赶紧去卖柴，生活不容易，假如不赶紧把柴卖掉呢，怕家里没钱呢，没饭吃。说到这里呢，古人也提醒我们了，对于这些做小生意的人呢，不可以常常跟他们计较，跟他们杀价，因为他们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所以这个树道啊，设身处地呢，都要从我们面对每一个人、各行各业的人呢做起。就像我们香港人有福报啊。可能家里人都请了佣人，这些佣人他们都是什么？漂洋过海呀，他们的思乡之情，以至于到新的国度，内心的忐忑不安。假如我们能够换位思考，能不能体会到？你们又入禅定了，都没有反应。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那对用人要设身处地啊，那
那对其他的人都不用吗？那不叫越学越分别，越学越执着吗？难道我们对师长恭敬，不用恭敬一切人吗？假如对师长恭敬，对别人不恭敬，那对师长的恭敬也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什么是恭敬师长最好的表现，最好的供养？这个不是我说的那个老和尚说要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不能自己发明。什么是最好的供养？大家愿不愿意把最好的供养给师长？当然愿意啊，我们这一生的法身慧命啊，就是老人家救的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当中啊，讲到普贤十愿。刚刚我们一起念三十二拜啊，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大愿大恨普贤菩萨。请问大家，谁是普贤菩萨？你们不能无辜的看着我。学佛啊，是行菩萨道；学大乘佛法就是行菩萨道。那佛门有四大菩萨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学大乘佛法就要以四大菩萨为榜样啊。那菩萨有42个阶位啊，有初发心啊，也有等觉菩萨啊，但是都是观音菩萨，都是普贤菩萨，都是文殊地藏菩萨。我们行菩萨道过程要不要用智慧？不用智慧，那不是修积功德，那是造无量无边罪业啦。要不要慈悲？慈悲为本呢。要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呀。再来，这个愿力不能退呀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啊。所以我们要不忘初心啊。这个愿要坚定了。纵使生死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我们也要发这个心啊。大家在念无量寿经啊，有没有一边念心里一边想，说法狮子吼，阿弥陀佛做的，我是凡夫。广度之有情，阿弥陀佛的事不管我的事。那这样读无量寿经也够厉害的吧。边读边分别，边读边执着。所以我们读到阿弥陀佛发愿，就是谁要发愿呢？自己呀。深深唤醒自己呀，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啊。现在跟大家所有交流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老人家讲经给我们建立的观念。这个观念真正建立了，就指导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。我要修大乘佛法了，我现在的行为跟四大菩萨相不相应？马上就关照了，马上就调整，马上就修正，修正错误的行为叫修行啊。
修行不是说拜多少佛啊，念多少部经啊。修行是修这一颗心啊，是心是佛啊，是心，心去做佛啊。不能修到相上去了，心不对了。哦，比方学到相上去了，啊，我一天呢一定要读十二部无量寿经，因为我旁边那个人哦念十部，我一定要超过他。那请问念这十二部是什么心念的？增加好胜的心啊。所以诸位家人们呢，人生最可悲的事是什么事呢？是被自己给出卖了，自己都不知道；被自己给耽误了，自己都不知道；自误了。哎，很多人临终的时候不念佛啊，为什么？他觉得我一辈子都在精进啊，每天都做功课啊。哦，还出去帮人家助念很多啊，怎么我临终生病了，他就起大烦恼了，最后就不念佛了。他几十年来啊，所存的都是有求的心呢、啊，有求是妄心呢、啊，有求是利害的心呢、啊。所以师长老人家大年初一告诉我们，又举那个善导大师的教诲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你们这个时候不能无辜的看着我。上个礼拜三，我们同一时间，大家相会的时候有说到，人家青少年都知道要追星。现在哪个歌星啊出哪一首歌的，他清清楚楚。我们有师长老人家这样的大善之士，总不能不清楚他最近最重要的开示吧。所以讲这一段是告诉大家，这些青少年假如认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偶像，他可能是可以当身成佛的当机者哦。他只是偶像方向错了。当初啊，这个李旭也是印象非常深的、啊。在台湾呢、啊、看到报纸呢报法轮功。看到大标题第一句啊，就知道呢这个是邪法。是假佛法之名啊，在破坏正法。哎，为什么看一句话就知道？因为师长有给我们建立正确的观念，我们就能判断了、啊。不止判断别人呢、啊，判断自己啊，有没有在道上。贤护等十六正士，护要先护谁啊？自己啊，自己都护不了念头一言一行，那我们岂不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都难保啊。护要先护自己啊，请佛住世得先请我们自己。所以经历很多事啊，越来越觉得、啊、建立正确的知见观念太重要，而且还要啊专心一致啊听一个老师的教诲，一个老师一条路啊。李旭是很有福气啊，一接触佛法呢就是老和尚的经教，以前也没有听过佛经。所以师父怎么讲我们很欢喜，赶快都把它领纳。因为以前没有师父演讲，
的教诲啊，都是搞六道啊，造了很多业。人师难求，我们遇到了，好好珍惜啊。从前种种，你们没有配合一下啊？我上一节课大力推荐《了凡四训》哦，大家有看到我是 Top Sales 的实力，所以 Top Sales 把它导正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那不得了哦，他会把阿弥陀佛销售的很好。哦，让生命中有缘的人都认识哦。哦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讲：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啊，那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了。所以错误的想法、看法，当下明白错误了，全部放下。不能让这个烦恼贼啊做主了，不能再认贼做父了。好，我们台湾垃圾车来的时候，香港是说垃圾还是垃圾啊？好了，好，入境随俗。这个垃圾车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台湾都是放一首歌曲叫《少女的祈祷》。哎，这个放歌曲也是有学问的哦，因为一想到垃圾人心情都不好啊，但是伴随着少女的祈祷，心情比较好，调剂一下。哎，一听到了，赶紧把垃圾拿出去啊，扔掉嘛哈。好，我们还没遇佛法以前呢，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，给我们折腾的够呛的，折腾的太苦，啊，太累了，好，不要再干傻事了，不要再自讨苦吃了，把它打包好，好，大家打包好了没有？好，那垃圾车要来了。我们一起把它扔出去，一起扔了，扔了没有？哎，怎么只有我扔？哦，好，扔了。哎，有没有轻松一点？啊，有没有人呢？要扔出去的，突然拉回来，心里想。他们跟了我四十多年、五十多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再留他几天吧，不能留啊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啊！而且你留他一天，大家要知道啊，留他一天，他就当家做主啊！一念无常道啊，方知梦中人啊。无常一来，我们这个习气还这么熟悉啊，会去哪里啊？你说我贪心很重，明天再放下。哎，无常一来啊，就投胎去了，强者先迁呢，这个贪就把我们带到哪里了？非常有可能呢，恶鬼道报道了，万般将不去呀，唯有业随身呢。所以人什么时候觉悟了，什么时候就要放下，看破。放下才能自在随缘念佛啊。老人家这二十个字
是他修学的心得啊，老人家讲经的精髓所在啊，也是在这二十个字啊。好，那刚刚跟大家一起啊，我们今年大家彼此啊互相互念，缘分很深呢、啊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时候你们要点头，不然我幼小的心灵会受到伤害。我说我们缘分很好，有吗？这样我就讲不下去。啊，在听人家讲课的啊讲话的时候，也要是普贤行，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哦，有一次有人问我们师父啊，啊说您老人家的兴趣是什么？啊，老人家带着笑意说：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哦，一般人一讲到兴趣是什么啊，爬山呐、啊，画画啦，哎，老人家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听出这句话的味道没有？代表老人家时时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。老人家身体在地球上啊，境界在哪？在极乐世界啊，那是普贤菩萨的境界，频道是不一样的。哦哦，所以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啊，常常清净师父呢，不是到处告诉别人，哎，我常常可以看到老和尚呢，就完了。清净老和尚拿去搞名闻利呀、啊，哎，你请我吃饭哦，改天我可以带你去见老和尚哦。哇，一下子自己的声望很高哦。哎，我们清净老法师不是为了这个，别把自己给卖了。清净老法师啊，是要把清净当中啊学到的智慧德行啊，自己去效法学习，为人演说。哇，你一效法了，全家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，哎，你怎么变了一个人啊？诸位家人们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学佛这些年来啊，亲戚朋友有没有说我们变了一个人？有没有？哦，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深深的思考。It's very important. 太重要了。这个问题跟我们刚刚一开头补的那第六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哦。是吧？我们做义工是功德圆满还是造作罪业啊？假如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们没有改变，那学如逆水行舟呢，没有提升会怎么样？会后退呢。哇，那一后退了，我们亲戚朋友说不学佛还好，学了佛呢变成警察。学了佛呢一开口就是大道理压人。哇，那我们别学了。哇，那这个麻烦了，便障碍别人学佛的法缘呢，破坏佛门形象呢，这个严不严重？严重呢，果报在哪里？哇，这是明白人，掌声鼓励。对啊，破坏佛门形象，那是地狱业呢。讲到这里，大家胸口有没有发闷？胸口发闷啊，
这个是妄念，跟性德相应啊，是身心清安，法喜充满，这是可以观照的哦。念头对不对啊？身心是可以感觉到的。假如我们听完一段话压力很大，这是听的态度不对，破坏佛门形象会堕地狱。我是不堕地狱，我是一心求生净土，所以我绝对不能破坏佛门形象，我绝对要表好法，为人演说。你看压力变什么？动力，变气概，变破釜沉舟。我们以前认识很多成语吧，成语什么时候用？写作文的时候，考完试啊 say goodbye， 好像他都跟我没有关系，告诉大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，一个字啊都是大智慧啊。我们看这个物字怎么写，了解自己的真心，这个人就悟了。看孝字，上面一个老，下面一个子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是一个整体。所以一个孝字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讲透了，一个孝字就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。真的越深入儒释道的文化，对老祖宗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感恩戴德啊！身为炎黄子孙啊，幸运啊，大福报啊，进而怎么样？知福、惜福、造福、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、知缘，知道我们这个法缘太殊胜；惜缘，再造缘。我们义工这个义字怎么写？从我，从阳，阳就是啊，吉祥美好。一个人达到究竟的吉祥美好，究竟的德能福报，他就是佛了。所以这个义工是通往做佛的路啊！你看这个字里面就告诉我们了，把我做到最美好、最圆满，不就是成佛吗？所以请问大家，你为什么来做义工？因为我没事干啊。哦，那不对啊，那你就侮辱这个义字了。为什么来做义工？我要做佛，我要把我恢复，不再糟蹋自己，恢复我圆满本有的德能、智慧、福报。做义工就是我恢复自信，行菩萨道之路。哇，假如我们做义工以前自己的脑子就这么清楚了，那是绝对不一样的道路啊，的成果啊。跟大家分享我们老祖宗的这些字词，是让我们升起坚定的信心。不然人家跟你讲几句啊，哎呀，这些都是过时的东西了，你一下又被影响。学了老半天呢，信心都是摇摇晃晃的。我们的烦恼啊，根源在信心。大家不相信哈，
您觉得起烦恼了，你就去思维这个烦恼的根在哪里。啊，了凡四训教导我们改过要怎么样，从心上改，如斩毒树，直断其根。你在那枝枝叶叶啊，东边摘下来，西边又伸出来了，那来不及了。哦，那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了，因为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。但是只要有烦恼，都跟信心有绝对的关系。信心一动摇了，哇，烦恼做主，甚至情绪上来，火烧功德林。哦，所以老法师常常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母的意思是什么？能生啊，信心能生功德啊，没有信心就没有功德了。好，下午啊，我们还有交流的时间。好，所以大家假如今天呢，有反观到自己常常生的烦恼，甚至梦里都有。好，那我这个烦恼跟信心有什么关系？您想不清楚的，我们下午来探讨一下。这一帖药啊，能治百病。好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好，大家记得吃药啊，就试试看，吃了没效，赶快来找我探讨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，我们是形成压力，还是形成动力？觉迷都在一念之间。那我们形成动力了，破釜沉舟，勇往直前，我绝不退缩。因为退缩只会轮回，我就一心一意啊，往西方极乐世界走。人懂得啊，我这一生只有表好法，我没有后路了，人就不会退缩了。退缩也是习气呢。请问退缩跟阿弥陀佛相不相应？请问大家，无量寿经读一遍，哪一句话是退缩？没有吧？你看阿弥陀佛发愿了，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佛。他问他的老师啊，我现在发一个愿，我所建立的国土要超过十方一切诸佛，岂不壮哉？哦，你看那个气概大不大？好，请问大家，我们是不是弥陀弟子？哇，这个时候怎么这么小声？哎，我们是弥陀的弟子啊，念无量寿经就是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啊，总要有少分他的气概吧，是吧？啊，慢慢慢慢提升上来啊。好，所以不能退缩，要勇于承担，叫荷担如来家业。你看这个家字用得多好，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事情，本来就是我佛弟子的事情，该做的绝不退缩，直下承担。哇，你看这些成语多好，直下承担。用一句京剧讲，你看我们随时随地应该怎么做人做事，
我们的汉字可以解决，我们的字词、成语、京剧都有指导啊。你看京剧就想到孟子讲：“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呀？”面对现在这个世界都乱了，不是我承担，难道还是别人吗？就是我了。师父曾经说啊，他来做这个传统文化，他觉得本来他出家人呢，应该是讲佛经啊，可是为什么要大力来弘扬儒释道？因为啊，这个世间的人呢，已经走到死胡同里面了，眼看着这个世界都要毁灭了，啊，假如不把世间的人引到一个活路，走向重新恢复啊，安定幸福啊，那我们就不慈悲了。师长这一段话在教我们效法谁啊？观音菩萨嘛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所以我们要效法四大菩萨，只要想着老和尚怎么做了，就知道怎么效法了。师长老人家都在表法，90岁就为了跟这些文字学的专家见面，这么个大的年纪就飞一趟台湾，好几天见这一些因缘，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根给留住啊。那我们体会到老人家的德行了，当下也要有志气哦。哦，看懂了我就照效法，照着做。好，那刚刚跟大家强调的，阿弥陀佛啊是承担，是气概，所以退缩跟他老人家不相应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把无始劫来啊，没信心、退缩、逃避的习气怎么样？放下啊！你们已经放了啊，刚刚已经跟垃圾车都出去了啊！我只是发发牢骚而已。好，所以大家要了解，有愿必成。哪一尊佛菩萨不是？他的愿圆满了。人之有志啊，如树之有根。你有愿呢，慢慢的你的德行啊就会成长茁壮。那《劝发菩提心文》里面也教导我们，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；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。今天又要再推荐第二本重要的经典，《劝发菩提心文》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往生西方有3倍9品，三倍里面都有8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而这一篇文章就是我们净宗11祖醒安大师的慈悲教诲。真的读这一篇文章啊，都会不自主的流下泪来，非常的感动他老人家的苦口婆心啊，这是其中的一句。所以这个愿力啊是非常坚固的啊，是在我们菩提道中啊
时时是我们的动力，所以愿不能退。为什么我们要不忘初心？就是愿力，只要发了愿，绝对不能退。我们2016年发的愿就是不能做一个变心的人。哎，真心不退，菩提心不退，所以劝发菩提心开篇就告诉我们了，忘失菩提心，菩提心忘了，没有保持了，修诸善法，没有菩提心去修善啊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哇，这段话重不重要？哎，修修修修到最后到魔业去了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所以观念太重要了。为什么修行会修到魔业去呢？因为只要没有菩提心，修善感的是福报，有菩提心呢，修善是功德。生死大事啊，了脱生死的大事，福不能救，福报是不能了生脱死的，功德才行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认知了。只要是菩提心保持，穿衣吃饭做任何事，通通是功德。他菩提心不退，不退了，穿衣吃饭都是表法功德，穿衣吃饭都是戒定慧功德。哎，菩提心没有了，夹杂着名闻利养的心，哇，是福报。所以佛门有一个名词啊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叫三世愿。三世愿就是第一世修福报，没有了脱生死之心。那第一世修到福报啦，尤其在佛门修福啊，因为佛门所做的事利益的范围非常广大。哦，像我们摄影组啊，老法师讲经，你摄像播出去了，请问多少众生受益？大家要注意哦，看得到的还有什么？看不到的众生更多啊。可是他们看得到，都离不开我们摄影组的同仁呢，他们的付出啊。那你看，他修的福大不大？很大啊，所以我们摄影组的同仁可能下辈子不求生净土啊，都会到天上去做天王啊。哦，那诸位男同仁，天上的美女太多啊，要注意。所以俗话说，爬得越高怎么样，摔得越重啊。所以有一句话叫修行人不要福报，这话很有味道啊。他一要福报，一享福就昏头转向了。所以大家冷静去看看，现在世间大福报的人大部分在干什么？吃喝玩乐啊。所以第一次修福，哇，又在佛门修，福报很大。第二是享福，全世界现在政治界的人权力很大，福报也大，大部分在造业。第三是大部分享完都到地狱报道的多啊！现在不是下辈子才堕地狱啊，现在很多花报就受地狱果报了。看现在的医院里面病情重的，哇，那真的
你看糖尿病啊，这些手啊都要开刀的，截肢啊，甚至于昏迷，都十几年、二十几年都是不醒了，那都是在那，身体还在阴间、人间呢、啊，那个灵魂早就都在受地狱罪报了。啊，无量寿经讲，或其今世啊，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世众见之。第二次享福，享到最后就变成这样了。第三次就堕落。哦，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啊，自己是来圆成佛道的，而圆成佛道啊，菩提心是根本啊，不能不发，不能不保持啊。哦，所以今年劝发菩提心文最少也要读十遍。哦，不敢给大家开太多遍哦，把大家给吓跑了，我就有罪过，罪过。哎，那告诉大家啊，列出来该做的功课啊，越早做越好，绝对不要拖到腊月啊，然后到时候看到我都闪到一边去啊，因为作业还没做。好，下次我看到大家脸上都放光，铁定是有做作业。好，那我们共同发愿，我们有共同的命运，共同的目标，我没有逼你们的意思哦，因为我们共同破釜沉舟了，只能往前跟着师父老人家回老家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横批一个都不能少。哎，这句话我们是在团拜的时候共勉，哦，大家要记住。哎，你们不记住呢，又伤害我幼小的心灵。哎，师父讲呢，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了，没有一句话是划过去的，都是真心在讲，在供养，在沟通，包含读经也要什么，皆从真实心中念出来啊，真实心念啊，念一部经啊，心境就随着经文提升上去了。有人听经开悟啊，有人读经开悟，就是这样啊，随文入观呢。好，所以我们念那个回向文，每天都念呢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谁同生？一切众生呢？哎，从真心里念出来了哦，保证你看到每个亲人，看到我们协会的每个同仁，你的脸都有笑意，相信吗？对呀，你见你所有的家人，你的心念都是同生极乐国的，我要跟大家一起都往生，每一个人我都要护念他。那佛说此人怎么样？真善友，他还没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已经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，跟着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在随缘度众生呢，这个叫贫道皆上了。大家都看电视啊，灯暗了，贫道皆好了没有？接上了啊，接上了叫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，
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在哪？当下，你念头对了，当下就是了。哦，就像师父老人家一切言行都是普贤行，他当下已经在西方的普贤菩萨法界当中了。哦，所以今天刚刚这一段话其实都是从啊老人家指导我们行菩萨道，学四大菩萨。刚刚我们文殊智慧、观音慈悲、悲智双运、愿心不退、地藏的大愿，最后呢普贤行，要笃行，要落实。师长老人家从冬至到除夕大年初一，这些最近的开示都强调一定要落实。佛门最重要的功夫在哪？放下习气，看破。看破呢叫明理，看破呢叫知过悔过。都不知道我们自己错在哪，那就没有看破，没有明理，我们自己就不是个明白人。所以读了《无量寿经》一对照跟阿弥陀佛不相应的，这是我的错；跟四大菩萨不相应的，这是我的错。看破了，明理了，调整过来，那调整就是放下了。跟慈悲不相应放下，跟智慧不相应要放下，情绪化感情用事，这就跟智慧理智不相应，从今天开始不能再犯了，这就看破放下。那他放得下就自在了，放得下呢，所谓格物也是看破，格物是放下，自知是看破。因为一放下呢，烦恼轻，怎么样？智慧就长了。越放下心越清净，很多人事物一接触看明白了，一听经明白了。所以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又帮助放下。因为你越明理，你就知道要怎么去落实，怎么去下手，就是相辅相成。看破放下就是解，看破是解，放下是行，解行相应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。好，那所以建立修学的观念，建立呢做义工的正知正见，是要从一开始就要做，就要建立起来，胜于死。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刚刚有跟大家谈到李旭当时候在台湾看到报道法轮功，第一句就讲法轮功是比佛法更高的法。我说这个铁定是写的，佛法是什么？平等啊，一切人都是佛，那他这个根本就是邪的了。你看了我们认识师父啊，专听师父讲经啊，三年五年呢，整个知见就很稳了，你就能判断了。结果继续往下看呢，哇，这些人为了练功啊，自焚抗议啊，死都不怕，就是要练啊。我一看肃然起敬在哪里？
这些人是真想解脱啊，只是他遇缘不同啊，他遇到邪师啊。我说他假如遇到老和尚，那铁定比我的成就高啊，因为我还怕死。那自焚要不怕死呢？哇，所以你看缘分多重要啊！所以我们初学佛知道名师难遇啊，车上都放着老人家的法宝啊，哦，跟亲戚朋友聊几句，一看他眼睛灯发亮啊，哎呀，这个机缘成熟，你等一下赶快到车上拿书啦，呵呵，叫打铁趁热，呵呵，哦，我说赶紧，希望更多的人受益，这也是我们初学佛的初心呢，都要保持，哦，所以看到法轮功这个报道就起了个念头，哎呀，这些人真可惜，希望他们都能遇到正法，遇到老和尚这样的善知识。结果后来啊，没有多久呢，李旭就到海口，啊，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时间呢，我又到深圳了，啊，然后一年之后呢，就到香港了，香港之后就到北京去了，北京待了一年就到庐江去了，所以其实我在海口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哦，那当时候就跟当地的大众交流，后来啊，我们同仁跟我说啊，我们教室里面哦，超过一半呢都是以前练过法轮功的，但是呢海南省啊确实很可贵，哦，有张厅长他们这样这么好的长官在里面转化呢，都是用老人家的经教啊帮他们转，哦啊，后来他们一出来了啊，就接触传统文化，开始学佛学儒释道，哦，我是离开以后才知道的，因为后来大家越来越熟才知道的，哦，那跟大家分享这个主要就是呢，我们刚刚写的金刚非坚呢，啊，什么最坚？愿力啊，大家不要小看你一个念头，哦，它会招感未来的果报啊，啊，李旭才看报纸啊，看到那个报道，我说哇，这些练功的人遇到邪的，他遇到正不得了啊，诶，结果没多久以后我到海口来听课的人超过一半都是练法轮功的，你看人的念头是很有力量的，哦，所以我们在念这个金刚非坚呢，啊，特别认同，大家看老人家他一生当中发的愿每一件都实现，万幸祖先纪念堂啊，就是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啊，看到文化大革命，几天睡不着觉啊，生怕自己民族的文化断根啊，着急啊，因为呢，孝道是中华文化的根呢，啊，这个刨掉了还得了啊！啊，几天在那里思维怎么办？最后想到了一个妙法，叫百姓祖先纪念堂啊。这一篇文章啊，老人家写出来，这篇文章还登在台湾的报纸啊。文革时期，哎，离现在多少年了？50年左右了，大家看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万幸祖先纪念堂，不也是当初老人家的一念孝心感到最后这些果报吗？当时候老人家说百姓祖先纪念堂那个设计是怎么样呢？哦，比方啊，城市
这个祠堂啊，就是城市的。你一走进去啊，从尧舜禹汤到近代所有城市的圣贤人都立在上面。你一走进去，哦，明朝这个是我的祖先，啊，这个唐朝这个圣人圣贤人是我的祖先。你去拜一次啊，频率接上了，寻根啊，再走出来啊，走路有风啊，这个风叫德风啊，就是呢，去拜一次祖先，一出来说，我可不能给我祖先丢脸啊。哦，我得光耀门楣。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呢，几千年来不用教责任心三个字啊。为什么？从小都在祠堂读书啊，看着都是祖先的牌位啊，他有责任的。大家冷静想一想，现在的年轻人要教他有责任心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的祖先有高度的教育智慧，大家仔细去观察，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简单讲的，那都是有很深的感悟啊。一个祠堂就把孝根呢，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里。一个拜师礼，父亲引着小孩给孔老夫子给师叔老师三跪九叩，就把恭敬奉侍师长的根呢，深深扎在他的心里。这是很高的教育智慧。所以老人家他做到了，一念心最后感的都满他老人家的愿。所以诸位家人，大家今年大年初一去拜拜，或者在佛堂礼拜，有没有发愿？你们要配合一下，要点头，以后不然我们胡居士会流眼泪哦。我们团拜那一天，我们胡居士的一席话，其实我们已经共同发愿了哦。不是往生一个都不能少，发愿也一个都不能少哦。叫见和同解了。我们这一年呢，就是要把佛陀教育协会建设成家文化，落实六合敬的弘法团队啊。这是我们发的愿，有愿必成。像李旭自己啊，念大学的时候，假如我一进去啊，学校办七天传统文化课，我那四年是决然不同。当时候还没有这个福报因缘，结果一进去，我有一个学长，他长什么样我都还记得。他告诉我，大学叫 University， 叫有你玩四年。我们那时候很单纯啊，学长讲的就听话啊，就这样，人生最黄金的四年耽误掉，那真的是刻骨铭心的痛啊。后来学佛了，佛门告诉我们，烦恼即菩提，遗憾也能转成菩提心呢。所以人生不要留下遗憾，这是绝对可以做得到。只要转一个念，最大的烦恼都是菩提心，都是菩提种子。因为我大学这四年的遗憾啊，好，转一个念，我要有道义。人生的错路了，不希望其他的人再走了，所以希望所有要念大学的人都能一开始就遇到传统文化。
佛菩萨很慈悲的加持呢，满我们的愿呢。所以当时候我到温总理的母校啊，地质大学，跟大家分享传统文化，12个小时，好几百个学生啊，我都被他们惊呆了。讲课的过程呢，他们那个专注啊，到因为李旭讲话比较慢哦，有时候还会停顿一下。那个停顿的时候，你一根针掉下去，真的可以听到啊！哇，我们被那个大学生那种愿意学的心震撼住，所有的人聚精会神看着你，哇，你真的会很感动。然后呢，也会更希望啊，他们能真正从此接上传统文化的缘。不是孩子不好教了，是我们误了他们啊。难道他们是大学的时候才愿意学吗？不是啊，这个幼儿园介绍给他，人之性本善就相应了。哦，所以中华民族啊，150年的浩劫不能再走了。最大的浩劫就是忘了祖先的教诲，甚至抛弃啊，这个劫难就来了。哦，满了我在大专院校讲课的因缘。那后来有一次在山西大学啊，专门啊，当时候还不知道啊，这些光碟啊，大学生还蛮能接受啊，所以后来好像是2012年有一次到山西去啊，特别录，哎，结果录完之后，很多大专院校都拿去做新生培训的课程，哎，也满了我们的愿啊。真的有愿必成，要勇于发愿。哎，因为李旭的亲戚啊，我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的，我二叔中学老师，二婶小学老师，三婶师范学院毕业。啊，我姑姑小学老师，我姑丈大学老师，哦，我姐姐大学老师，我表姐大学老师，我大堂弟夫妇小学老师，反正我亲戚基本上一半都是老师。哦，这自己就感觉跟教育界非常有，就起个念头啊，跟随老人家啊，了解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，啊，看有没有机缘呢，跟教育界的人结个缘，把老人家的教诲供养他们，啊，把经典里面呢，《礼记》《学记》啊这些教诲供养。刚好就大前年，南京居美星呢，刚好办了一个校长营。幼儿园园长营，哦，好几百个这个校长跟幼儿园园长啊一起来培训45天，啊，就跟他们交流一个主题啊，啊，叫做孩子一生的贵人，啊，本来呢安排是6个小时，啊，结果讲了哎6小时好像不够，啊，结果后来讲了。差不多32个小时左右，啊，就讲了这个主题啊，哎，又满了李旭的愿了，哦，所以老法师说，你们年轻人不要吝啬，啊，要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，这是真的，哎，哦，所以这个佛事门中啊，有求必应啊，人。本有佛性佛心呢，要勇于发愿，勇于承担。好，那发了愿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接着呢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就要从格物，从修身
我们能格物致知诚意真心，最后才能满我们什么愿？修身齐家的愿，治国的愿，平天下的愿。好，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，砍柴的故事，大家有没有回想起来？这个故事还是要讲完哈，不然我就欠大家一个故事，欠大家，欠人哈，是轮回业，下辈子还得还，所以都要补上。这个樵夫砍柴，他是数十年如一日这样做的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砍完柴下山的过程，突然呢，觉得很疲累啊，就找了一棵大树啊，坐下来了。没有多久啊，下一个樵夫啊，朋友来了，他说：“老兄啊，赶快一起走啦！”不然到时候卖不了柴啦。他看着这个朋友对他讲，你先走吧，你先走吧。我等我的灵魂跟上了，我再走了。这个故事啊，其实对现在人是很有启发的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呀？2015年这个数字啊，还有点陌生呢，他们就离我而去了，有没有感觉？现在是多少了？2016了呢，快不快？哇，一年过去了，我忙个什么？想起来，好像想不太起来。想一想，怎么一年就过去了？请问大家，每一天灵魂有跟上吗？你每天是稀里糊涂又睡着了，稀里糊涂又醒过来了，每天像打仗一样啊。所以刚刚想起啊，有一次呢，李旭到这个好像是一个理工大学啊，师长老人家有讲课啊，在我的一位师兄，他跟我聊天呢，他说我们香港人呢，什么都快，只有一件事慢。哎，你们怎么好像很好奇的看着我？哎，好像变成我是香港人，你们不是香港人。这个师兄说，我们香港人什么都快，就只有呢死的时候很慢。这个话里面有好几个角度值得我们深思啊。请问大家，什么都快，修得了道吗？所以刚刚我们一起念静修捷要，有没有不知不觉就快起来了？有哈，所以大家修行人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，随时能够关照自己的心是不是安定。不关照哈，绝对被境界拉着走，做不了主，心定不下来。包含念经哦，不知不觉那个急的惯性就上来了。然后呢，急的心念完了，作业完成了，真的完成了吗？都是急躁的心，没有功德呢，也没有摄受自己的心。急躁的心做早晚课啊，那叫应付差事啊。
哦，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，早上念一遍，提醒自己要依教奉行；晚上念一遍是反省、关照。这些话熟不熟悉啊？其实师父已经和盘托出修行所有的重要的知见跟观念，我们得要真正把它纳受在心里，依教奉行。所以刚刚李旭带着大家念静修节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。有没有看到我在过程当中几乎也快没气了？这个时候不要想着快没气快没气，这个时候要想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，你就缓过来了。因为一切法从什么心想生，你一直想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，他就真不行了。你想着稳住稳住 hold on， 他就稳下了。然后你不被境界转，你就能什么慢慢的立住，慢慢的转境界了。那不能急躁。其实这个态度啊，在古代是小朋友就要建立起来了，所以以前的教育啊，教出来的孩子13、14岁啊，中规中矩，叫小大人。这我们都见过了，胎教的时候啊，就学经典，而且一会讲话呢，就是念《弟子规》的。李旭已经见过两个了，那个孩子一跟其他孩子站在一起，完全气质不一样，你可以感觉到他比大人还要定，所以老祖宗的教育智慧是太高了。所以格物从哪里格？我们习气里面的浮躁、急躁要把它去掉。所谓为学第一功夫啊，要降得浮躁之气定。我们看到这个定字啊，就想到84000法门都是修什么禅定。禅定是枢纽啊，定就能开慧了。那怎么修定？那个浮躁的心要浮得住啊。所以走路、吃饭、讲话，一切言动啊，都要安详啊！要练哦。什么时候开始练 ？Right now， 是吧？不能再我太久了，一时改不掉，我明天改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我生待明日。万事成蹉跎，当下明理了，当下就要高度警觉的提醒自己依教奉行，慢慢慢慢就转了。大家看李旭的身材啊，很苗条吧？这一辈子还没胖过呢。这么瘦的人讲话应该是快还是慢？快呀，我很急的。以前小时候呢，常常都是这里跌破了，那里摔断了，常常啊，这个是结果。原因什么？浮躁。我曾经那个牙齿啊，就是因为跑跑跑太急了，整个门牙全部摔断了，小时候啊。后来接触师父啊，不知不觉，所以一定要把老人家当偶像，效法学习。你越恭敬啊，不知不觉连老人家讲话的速度
都影响我们。哦，接着慢慢讲话就慢下来了。哎，也发现哦，也没有撞东撞西啊，比较少流血事件发生了。这个都是学佛的益处哦。好，所以身口意三业都要还，这样才能摄受自己。一言一行，自己心都是定的，不是慌的。好，那我们同修善友为一哈，今天大家一起上课，彼此都有一份责任，互相提醒。好，但是提醒的时候要顾及他的面子。好，归过于什么私事啊，你不要大家在谈话的时候，哎，昨天一起上课的讲话还那么快干什么，哇，他一看这么多人，他面子都不知道摆哪去了，要归过于私事。哦，或者呢要有默契。哦，比方说他要快起来了，那又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怎么提醒他呢？你可以跟他扎两下眼，他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个就是默契。哎，同参道友之间那个默契是非常非常有艺术的，非常痛快舒服的。哦，有默契干起事来是不累的。好。好，那故事讲完了。好，所以我们香港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时，好，我们香港人要做一切言动都要安详的带头人，这个就很有志气了。因为什么？你们不被香港的风气转，我们就能转香港的风气。没有几个人点头，代表这个愿有点勉强。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台湾这个更新莲院啊，陈瑞珠老师啊，哦，跟他们两位老师啊，是在三重办学。你们心要定，要看我，不能看擦黑板的人。刚刚才说要定，你看我们的定性很容易被转吧？擦黑板，你们看擦黑板要干什么？哦，这个陈瑞珠老师跟余树华老师，他们一生都没有结婚呢，全身心就在教育孩子。因为他们发现三重的孩子很多呢，下了课以后啊，父母都不照顾，都工作，工人阶级在外面游手好闲，怕他们受污染，所以发了一个愿呢，要护念这些孩子，从小给他们读经典。而且三重啊，在台湾是出流氓的地方啊，出很多那个大流氓啊，哎，他们两个发愿要把出流氓的地方转成出圣贤的地方。哦，我想这个愿一发，魔宫震动灯的。哎，你看他们办得多好，十多年的岁月下来，越办越好，那成为我们台湾省这个圣贤教育的一个基地，一个示范点。啊，所以金刚非坚呢，愿力最坚呐。好，发了愿了，做。啊，刚刚我们讲到说，什么都快啊，就是死的时候慢，这也是一个 key point， 一个重点的。哦，所以叫好死好超生呐，可不能不好死啊。哦，所以我们还要做效法海贤老和尚的榜样。你看海贤老和尚多自在。
早就知道什么时候走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了。啊，要早一点呢，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。哦 ，OK， 对呀、啊，那故事不能白听啊。那个这个同修在我们一层，给我们法供养啊，给我们很高度的提醒了。好，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明明白白，不能稀里糊涂、慌慌张张。啊，所以请问大家，来香港佛陀教育学会干什么？哦，对对，那大家已经抓到大家来学会最重要的目的了，方向目标都很清楚了啊、哦。所以大学开篇，老人家说佛弟子啊要学四书是吧？啊，你们说，哎呀，我都学的。这工作也很多了，没时间呢。哦，没时间呢。老人家这冬至祭祖啊，这前面这些开示很重要，多听几遍。哦，那大家遇的缘不同，你们服务大众的时间比较多，但是也不能忽略听经读经的时间。哦，所以我们福居士啊，还有协会领导很爱护大家的法身慧命道业，所以安排每个礼拜三大家一起共学，这样有行又有什么有解。哦，那像李旭呢是跟大众分享课程的机会是比较多啊、哦，这个叫解啊，把学的东西供养，那解中也要什么行啊，我们一分享完就要下了台，哎呀，刚刚讲的自己都还没做到，哎呀，很丢脸，不敢见人了，赶快要落实才行啊！哎，我们有同修就说，要在台上哦，帮我盖一间房子，啊，好像我是很陶醉在台上，所以要帮我盖一个房子，我就干脆住在讲台上就好了。事思明。看什么东西要看得清楚，听呢听失聪呢啊，身边的人给我们讲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，对呀、啊、要做啦，哦，也不能在台上哇讲得天花乱坠啦啊，下的台又不是那个样子啦，整个就陷在陶醉在台上啦，人啊不清醒啊，做任何事都会执着的。但是缘分是会变的。诶，台上跟大家供养传统文化呢，请问回到家园一不一样了？难道李旭回到家继续给我爸爸讲经说法吗？不是吧。诶，但是一执着，执着点就出现了。所以我们分享课程的人也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！讲台上是 very dangerous 的，因为孟子告诉我们，人皆好为人师，这个佛家也有讲啊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我见、我贪、我慢、傲慢、我痴，根本烦恼已经很强了，又遇到缘，更把我们的慢心唤醒。所以讲台上，哇，又讲课，人家全叫老师。古来征战几人回啊？这个讲台不好站啊，站一站几乎回不了头的太多了。所以老人家的法是护身符啊，老人家说他跟大众分享课程呢，讲课他是什么学生啊，其他的人通通都是兼学啊，
他是来跟大家做报告的。这样的心态呢，我们才不容易生慢心。所以建立正确的观念重不重要？非常的重要。那不止在台上是这样，大家刚刚说我来学会就是要做佛，请问大家，佛经里面呢，当生就做佛的有哪一些样板？一来释迦牟尼佛是吧，好，再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、啊、善财当生成佛啊，还有龙女八岁成佛啊。诶，上一节课跟大家分享法华经啊，龙女是法华经的一个表法的人物啊。法华经有成就四法考试，看大家上一次听完课有没有忘记。不过我在跟大家说考试的时候，我还要反观自己，当老师都考人家试，就不考自己试，我又堕落了呢。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说，若心有住，即是非住，心有执着点，我们就没有在真心里面了，一有执着就偏掉了。好，所以跟大家提醒，上一节课说成就四法，来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接受诸佛护念呢？所以这一句佛号不能断了。要保持，不能丢失啊！海贤老和尚教导我们啊。第二呢，持重得本，积功累德啊，积累往生的资粮啊。啊，这是师父帮我们总结《法华经》成佛的要领啊，听一次就要记住啊。没有人点头，听一次就要记住，啊，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听一次记不住？因为下一节课不是你们讲，你们太轻松了。下一节课，大家做一个那个抽签的东西，还没有开课以前先抽上一节课的重点讲一点啊，成就四法上一节课讲的啊，一切皆从真实心中说上一节课有讲啊，上一节课还要讲了凡四句哪一句，来讲一句讲不出来，了凡四句读十遍还是要有赏罚的，这样才有鞭策的力量啊！告诉大家，真的，责任的承担呢，是成长的开始。你们命太好啦！想当年李旭去了海口，你不上也得上啊，没人。哇，什么时候准备上台的资料？Anytime, anywhere, 每个礼拜要讲好几堂课啊，眼睛看到什么，耳朵听到什么，全部都是讲课的资料。哪还有时间打烦恼，哪还有时间打闲岔，都是一听什么无有一法不是佛法，赶快吸收。一上台很多东西可以供养，而且什么完全是现在人当下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待人的状况，所以责任重要啊！大家听到这里说，我又不讲课啊，所以那是蔡老师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
所以啊，假如我们不放下分别执着啊，听老人家的经也会越听越执着啊，越听越分别。因为任何一句，我们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，你在哪一个角色，老和尚的任何一句法，当下都可以落实。大家假如不相信，今天继续可以 thinking， 可以思维我刚刚讲的。啊，我突然想起来老和尚讲的一句，我现在不能做。那我们可以探讨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又派作业了。我今天派了不少作业。哦，这你有哪一个烦恼解决不了？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这句法语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可以探讨。再来，你听到哪一句经典的话，哪一句老和尚的话，当场不能落实，我们来探讨。这个观念太重要了。吕旭这些修学的态度，完全都是前面一两年听老和尚的法建立起来的。我记得刚接触的时候，老人家说了，释迦牟尼佛所说49年一切经，我们都可以落实，但是弃我们这个国土的基，哪有可能说善知识跟你讲完，讲了一个法，然后跟你说我讲完了，对不起，你做不到。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？佛是无有法可说的，是什么？随众生心因所知量，跟我们这个娑婆界的众生感应讲出来的法，对我们的记忆。哦，所以师父讲的经也对我们的记忆。哦，那我们学习老和尚的这个讲经的态度。啊，那像刚刚跟大家分享，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啊。哎，可是你是讲课的人啊，我又不是。你看这个念头，我们当下愿不愿意承担责任？不愿意啦。那净业三福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，发了没有？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啊！你念每一句经文都是真心念的，不是有口无心的。发菩提心，哎，马上关照自己了，状态是不是菩提心？有些时候是发菩提心，有没有发？嘴巴在念，还在想着烦恼的事啊！哦，所以言语一言一行都跟这颗真心是相应的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信了没有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呢。哦，我念这一句佛都是我往生的金刚种子啊，高不高兴？越念越高兴啊，深深唤醒自己啊，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啊，子若一母，如母一时，母子立身不相为缘啊，我跟阿弥陀佛从今天从此刻就没有再分开啦，心安不安？安啊。我们不安心都是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佛菩萨在哪？无处不在。观音四字在哪？今于此界摄念佛人，归于净土。我们都是念佛人呢。你身边可能很多就是观音四字来护念你耶，我们可不能有眼不识泰山啊。你看在那关键的时候，每一次你在那懈怠了，某一个同修又打电话来，
这就是你的护法，你看不懂而已。或者在协会当中，那个最老实的那个老人家，那可能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演给你看。所以人要一切皆恭敬哦。不然看上恭敬，看下就不尊重啊，有时候会造很大的罪业哦。尤其在道场啊，一定要平等恭敬哦，不然到时候知道原来那是大势至菩萨再来，我平常对他最不恭敬的，然后完了，我这个罪业不知道怎么算。你看在古代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寒山拾得吗？那是在厨房煮饭的，佛菩萨都在打掉我们的分别执着，打掉我们的不恭敬，让我们知道不轻视任何一个人，就是礼敬诸佛啊。当初他们寒山拾得也穿得破破烂烂的啊，在那煮饭，没人瞧得起。后来有一个县官很恭敬三宝啊，我要到这个佛寺去，那佛寺有没有真修行的人啊？结果遇到风干和尚，风干和尚告诉他有啊，寒山拾得，就是文殊普贤。哇，那这个官员高兴得不得了，赶过去了啊，到厨房要去找寒山拾得。结果寒山拾得说啊，弥陀老蛇，两个人就跑啊，最后就用三把自己合起来了。这佛门规矩嘛，暴露身份就要走了嘛。就哎呀，弥陀老蛇，那风干是阿弥陀佛，又跑去找，也作画了。所以佛菩萨给我们表演，都是希望我们看得懂。大家很有福报啊，今年元月初四啊，见到我们当代两位高僧净空老和尚跟索达吉堪布会面了，大家在不在啊？难怪你们的耳垂这么长，你看我耳垂不够长就没有参加，福报不够。大修行人呢，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法呢，你不要每天看老和尚呢，看久了反而不珍惜了。内行人看门道，大家这么大福报是拿来积功累德，拿来真正看懂善知识的行持，效法他。举一个片段，我虽然不在现场，但是也要多打听现场实况转播。你看老人家在跟索达吉堪布谈话的时候说，我没有手机。你看堪布怎么做，他自己掏出来，我有手机。你看到什么？大修行人呢，他没有面子，他很天真，很自然，他很恭敬啊。老人家说没有手机，哎呀，就好像那个小朋友一听到老师讲什么，然后就老师啊，就自己老老实实，听完老师的道理，有道理哦，马上拿出来。老师你说不要吃零食的，好，不吃零食的就拿出来了，马上听，马上纳受，很天真啊。假如是我，老和尚说我没有手机，藏好啊，不要露出来了，多丢脸啊，面子很重了。接着师父说，我没有手表啊，主要是刚我有手表啊，接着师父讲什么？你年轻啊，你还要办事啊。你看老人家的厚道在应退之间表露无遗。我们能不能时时感受别人
给他台阶下，不能给人家难堪了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两位高僧见面是不是大手笔？你们都会看电影，不会看高僧表演，这样是太冤枉了。我们常常看电影说大手笔、大卡司，电影再精彩，绝对没有师父表演的精彩。你看呢，师父老人家一看到五十几岁高僧这么胸怀正法、胸怀天下，高兴啊！啊，老人家那一天聊了9个小时，你看精神奕奕，人逢喜事，精神爽，马上随喜功德，请佛注视，称赞如来，有没有？有啊！啊，我见到习主席就知道中国有救了，我见到索达吉堪布知道佛教有救了。看到师父什么胸怀，念念不忘正法久住啊，也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也没有我的弟子、他的弟子啊，表演《金刚经》给我们看啊。那我们当弟子的人会不会听完之后啊，心里酸酸的，那不完了，那不堕落了，酸酸的，看得懂师父在表演什么吗？哦，高僧大德没有我见的，高僧大德是明白人的，高僧大德传法不是传我的弟子啊，传什么达者为师啊，通达的人为师啊，不是跟着我的，不是跟着时间久的啊。六祖慧能大师的例子不就在破我们的执着吗？谁跟最久？神秀大师啊，几十年啊。但是传法不搞情执嘞。你看，我们一不小心就搞情执啊。达者，通达的人为师。这样，后面的众生才有皈依处啊。我的信徒，那也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。哦，所以佛门讲，放下是放下执着，这个我相就是执着。哦，好，哇，怎么讲到开春的大事了？好，哦，所以聊了那么多啊，还是希望大家珍惜这一生成佛的机缘啊，能跟到师长这样的大善之士啊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提到观念很重要。好，因为李旭一学佛，师长就说所讲的一切法都是弃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都是当机者，所以听经的态度就是每一句都是讲给我听的，每一句一听，我怎么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之中。这一句话师父讲了几百遍、几千遍的啊，熟不熟悉？哎，师父老人家有说，佛重复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最重要的哦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建立这一个观念态度了。那刚刚讲到说责任承担是成长的开始，
不是台上的人在弘扬佛法，任何一个人为人演说，哪有一刻不在弘扬佛法？言也是弘扬，用什么？用行为讲啊！自己做到多少，在供养大众说，都是在弘扬佛法。那哪有说讲课的人才是弘扬佛法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承担的。哎，我要为我的家人演说，我们有这个责任呢、啊。我们听经还要人家吹吗？我们读经还要人家叮咛吗？不用了，有这种承担，动力就来了。哎，我现在在摄影组，我现在在公关哦，还是我在清洁组？哪一个组别都要有道义啊。哎，我好好落实在这个工作里面，我有什么心得体悟，解行相应的，我供养给我这一组的同仁。你有这种责任道义，学什么东西都有动力，学什么东西都快。人一没有责任哦，就很容易混掉日子了。哦，好，这个是跟大家共勉，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。而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义，从我从人，哦，从阳，对不起，阳是美好吉祥圆满，那我圆满的就是成佛，所以义是通往佛之路，道义的人生，不止在道场要讲道义哦，家庭也有道义哦，对民族，对整个全地球的人都应该有道义。啊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唯有什么？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炎黄子孙在这个大时代有共同的责任，就是把全世界带回安定幸福。因为唯一的法宝能带回来的就是中华文化，这个就是我们对全世界人的道义。所以这个智我们就开智慧了。我们看慈呢，道义、忠义、节义、信义、仁义、情义、恩义，大家看，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词语。哎，字里面有智慧，词语里面有没有智慧？有啊，很浓啊。大家这八个词读下来，知不知道怎么进义这个字了？怎么过道义人生呢？八个词不告诉我们的吗？用这八个词再对照自己在家庭的尊伦敬分啊，在单位在道场的尊伦敬分，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很多事啊，很多道理啊，不是要别人跟我们讲我们才能懂，能用心去体会了，体悟的深呢，举一可以什么反三呢，一悟一切悟啊，一心入一切境界。你恭敬心保持了，入一切人事物都是礼敬诸佛啊。哦，所以心生万法，这个心对了，一切万法都是功德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
跟大家交流一个问题哈，说义工就是义务工作者，这样对吗？义工是义务工作者，是对的。多元文化教育，我们是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教育以外的事有缘做，但是最主要是搞圣贤教育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陀也给我们表演，因为佛知道啊，教育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他饿了，你给他饭吃，解决他一时的问题而已。所以我们主要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我们跟老法师同行呢，哎，你们怎么没有表情？跟老法师同行是很光荣的事情啊！哦，我跟教育界的说，我们跟孔老夫子同行，他们马上都露出灿烂的微笑呢。对呀，师父在那里讲，释迦牟尼佛用现在的话讲，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你坐在那里说，释迦牟尼佛不是我。哇，那听经两个小时不得噎死了吗？每一句话的不是我的，不吃不吃不吃。我们就是啊，当下就可以。为什么？大乘佛法论心啊，心到位才重要啊。论心不论事啊，而且告诉大家，佛菩萨在哪？各行各业啊，男女老少啊，这个话有没有破我们的执着？哦，行菩萨道就要像老和尚出家讲经说法，叫行菩萨道。那五十三参为什么要这样表演？那我们看不懂，不是又生分别，又生执着。好，我们就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从此刻开始不自私自利了，愿意朝念念为众生着想，我们就是义务教育工作者。义是什么？应该的。哦，哪有父母照顾孩子照顾了20年，然后妈妈拿出一个账单，这20年我花了米多少？有这样的吗？这个就是义，很自然的。所以你看，弃入孝道的孝子，你只要表扬他孝行，他痛苦，他很难受。那这个有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啊。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是自然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明理了，宇宙人生真相，众生跟我们是什么？师父说，不是一家呢，更亲密啊，一体啊。那一体，你的耳朵痒了，手要不要去抓抓它？啊，耳朵要不要说，老兄，老兄，赶快抓？那这个人已经有毛病了。好啊，那这个右手抓完说，来，人民币10块，会吗？义嘛，自自然然。好，那接着说了，那假如有接受薪水，那这样算义务工作者吗？哎，你有没有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？你们日子太好过了，都没人问你们问题。我们要常常准备人家问问题。大乘佛法说论心不论事啊。你假如没有领钱，可是你都是有求的心做，那这是义务工作者吗？应该的，可是带着目的来。哎呀，我多积点福报哦，
哎呀，这样人家觉得我很高尚哦，哎，我做的意思是可以去告诉别人啊，炫耀啊，都有求啊，那怎么是义？所以佛法讲得透彻啊，不是看表象的。好，他愿意走这条路，就是他认知这一条路的重要，他觉得这是我佛弟子应该做的，所以同人来，他就是义的表现。他尽心尽力，尽他的道义，包含我们协会的领导，这个人来到协会，他善根深厚，我们要护念好他的道业，他来护持正法也是当生要成就的，你不能没有培训他正确的观念知见，你就让他上岗做事了，都没有培训呢，直接上岗做事了，那是变成把一个法源当作劳动力来用了。那我们跟工业革命那些资本主义有什么不一样？哎呦，一讲资本主义会不会太紧张了？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在念书资本主义呢，资本主义，资本主义，都是看别人。佛法是什么？内学哦。我们会不会也搞资本主义？嗯。名闻利养的心没有放下，也会搞资本主义哦。为什么？我赶快把事情做好，我可以给师父邀功，这不搞名闻利养？哎，他干起来了，给师父邀功，结果底下的人趴下去都累垮了。那这样叫义吗？这样不是也在搞名闻利养吗？我为什么可以跟大家讲的这么清楚？因为那种造业的事我都干了很多年了，现在供养大家是赎罪啊，不能不讲啊，不能不讲清楚啊。那在大陆都是独生子女啊，那个都是父母的掌上宝贝，他能走到我们面前来，他的父母不简单呢，他的家人不简单呢，放下了好多好多才能支持他全心全意走这条路啊。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，怎么对得起他的父母跟家人呢？我们有这样的思维啊，就叫道义啊。所以受心是什么？他为护持正法无私付出，我们是主事者，他对正法尽道义，我们对他也要道义啊。所以我们要照顾他的家庭跟家人，让他为正法做事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给他薪水也是道义啊，这叫道义之交啊。不能在那里分别有没有薪水啊，那麻烦了。有没有薪水我们在那里分别，分别就有高下。哇，那没领薪水的人走路都这样，你们有领的我没领的，那不是搞分别执着，那学什么佛呢？啊，阿弥陀佛，这些道理没有搞清楚啊，我们真的被自己给卖了。哦，所以你看老人家讲什么是功夫，在一切境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起心动念还做不到，要放下分别执着。接着问了，受心也算圆满吗？论心不论事啊，大乘佛法讲得透彻，他心全心全意了，毫无保留，他就圆满了。但是大家不要全心全意最后壮烈牺牲哦，我可没这么讲哦。全心全意是有智慧的，要度德量力，审事责人，
这个是弘一大师挑出来的法语。形势还不到，你急着要干也不对，攀缘要随缘，不要攀缘，审事责人。那你要会看人，尤其领导人哦，你用的人啊很重要，你要为他负责，为整个部门负责哦。所以为人臣，为人下属，推荐贤德之人是本分啊。这上一次跟大家有讲到了啊。至于这个怎么为君，怎么为臣呢？更细的部分呢？啊，下次李旭再回娘家的时候啊，再跟大家再交流啊。谢谢。好，那把后面最后这个问题啊，跟大家分享完啊。哦，接着他问了，可以再讲解一下义工的义字的含义吗？哦，这个问题就这八个字来回答了。道义，道，什么是道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众生与我皆一体，这就是道。啊，忠义，我在做义工的时候，那个忠有没有时时提起来？我要尽力，我的心不能偏，我不能搞情执，我不能搞爱憎，喜欢这个人，讨厌那个人，心就不忠了。啊，节义，节，节气呀、啊！我要树立榜样，我要带动风气。哎，有节义的人，他不去批评别人的，人家不做，我来做。礼义，敬义的人，他也很有分寸，啊，能有礼，他也是都在呀、啊、表法。一言一行都守礼，信义，到重义的人答应别人的事，头破血流都要干。头破血流是比喻，大家不要真的去撞啊，要依义不依语啊，是依法，大家会听依义不依语啊。仁义，时时是设身处地，人想到自己啊。就想到别人，情义，我们是法情啊，法眷属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就是情义了。还有恩义，时时在做的时候，想着师长，想着祖先佛菩萨的恩，想着领导的恩，也想着所有支持我们走这一条路人的恩，我们就能圆满我们这一生呢的义工之路，菩提之道，圆满我们的菩萨事业，最后我们就净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